第6届云顶世界狮王争大赛，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国际龙狮总会裁判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马来西亚雪龙龙狮联合总会龙狮翼主任，也是第6届云顶世界狮王争大赛裁判长萧斐鸿师傅来跟我们做一个简介评述。萧师傅，所谓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那么，请问如何了解舞狮比赛的评分标准呢？ 舞狮的评分标准呢是有分成几个格式的，比方说，狮形、礼仪、服装、器材的设计及套路的编排，这里呢是占了1分。那么首尾相配、步行步伐呢，就是经常人家讲的什么马步、弓架之类呢，就占了1分。那舞狮没有鼓乐的衬托是不行的，所以鼓乐分是非常的重要，它占了5分。 舞狮讲究内涵、形态有形物经的追溯意识等等，形态呢是占了3分。也就是说脸部的表情、舞狮表情。对，那还有呢？刚才你只是听到这个，那还另外一段呢，就是在舞狮现在的舞狮跳跃，在桩上也好，在高架上跳来跳去，有什么连环飞跃啦、上单腿、上双腿等等，这些呢都是属于难度。 难度分呢，就占了3分，那总加起来呢就是10分。哦，总分是10分。对，但是一支舞狮队伍在表演的过程中里面是不可能占满10分。那么裁判呢就会根据每一个合适的单位去评价他们所需要给这个狮队的评分，分数就打出来。 师傅要如何去欣赏马步呢？马步这个说法就是一种名词啊，只是整个就是它弓架，舞狮的弓架是非常讲究，所以我们在评分上，如果是马步不好，会影响到形态，更会影响到这个难度的动作。所以在欣赏舞狮时候，在基本上固定在桩上呢，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个舞狮的原则，它演绎成一个。 里面，最好是能够呢稳重，但是又能够灵巧。那比方说你站得太高，那舞狮给人家感觉就轻浮。那你把狮头高举的这样摇动，不注重到那个形态呢，也会影响到有马步影响到形态。哦，原来这样的好高难度哦。 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就是这个狮形、礼仪、服装、器材跟这个套路的编排。比方说，现在这头狮啊，在这个桩上，借着这个休息时间，东张西望，那边看一下，这边望一下，其实它整个都是一个舞狮的套路编排的内容。比方说，它从这个到了哪一个地方，它在这里思想、思望，到底能不能过啊？那就在看。 形态的表达，那么这个形态就无形中会影响到这个套路的编排了。哦，也是影响到得分哦。对。对，就是几乎是狮的灵魂，那它每一举一动，每个拍位呢，都是跟狮的动态积极的关系。 它的拍子慢，它的拍子快，或者是声调高或者低，都会影响到整个动态的。那么，像师傅想请问您一下的，就是跳蚤和所谓的形态有没有扯上什么关系呢？是关系极大的。如果他们在跳闸的时候，如果掌握势头，不过拿得很好的话呢，它会影响它的整个造型。整个的造型。对，比如说它狮本来在跳，它的狮的眼睛啊，就是那个神态。 它的那个望度一定有它的一个重点。那如果它高举狮头昂高朝天，那它跳闸的时候呢，它不注重它的下位，就是它没有目标，那么这也会影响到它的形态。哦，整个目标就没有，好像是眼神的。对。嗯。所以动作跟目标是要互相配搭的，不能够你总是在动，动到根本没有目标，毫无意义，那么就等于是这场舞狮。 不是他舞姿能够达到人师合一那种境界。哦，也就是说，每一次他眨眼睛还是有动作的，都是有他想要表现的。对。在他行礼呢，也就是说在，如果在评分的工作里面呢，行礼那一刻呢，已经是截止计时。哦，也是截止计时的。那么整场来说呢，这支狮队它的形态的表达呢，只不过说是中规中矩。那么在这个步法骨架上呢，它的步法也是比较属于轻浮，那个是比较。 没有这样稳当，这样没有这样灵活那种。哦，没有这样灵活。而且你再注意看，它有很多动作跟目标呢很难达到一致。鼓点的配合那边呢会稍微逊色一些。就是它鼓声的配合就对，因为有时候动作很慢的时候，那鼓还是吹得很快，或者是它已经很轻拍的时候呢，鼓乐的声音还是挺。这些都会影响到。